我时时刻刻都要告诉自己，我现在想要什么。那我的答案非常清楚，就是我要做一个好的演员。我会希望尝试各种各样的角色，而且我会赋予各种各样的角色。只有我自己去体验过，我才能够给的答案。其实我觉得，无论是古装还是现代，是哪个年代的外衣或者是情节，都不会影响我去用我的，我想用心去感受角色。所以我可能更在乎的是故事本身，还有人物。你好，我叫许红豆。他是我一生挚爱，最好的朋友。你叮嘱我的事情，我大部分都做到了。交了朋友，吃了好多好吃的，玩了好多好玩的，还找到了一些小时候的感觉。我希望他以另外一种方式继续活着。就是最好的朋友，他的离开对我的生活来讲也没有任何改变。我还是一样上班下班，逛街看电影，只有在一个人特别难过的时候才会想起他。酒楼行会说不让女人做正殿的掌柜，我便偏要做给他们看，而且要做得比他们好。我想着，只要茶坊还在，咱们还能赚钱，就死不了。但凡我决定的事情，无论结果如何，都不后悔。会给家里带来荣耀的。现在我站在这里，就证明我们也是有立足之地的，我们是一样的。为足下的国土而战，是身为勇士的荣耀。尽忠，持有，存真。现在我理解了，那把剑对您来说多么重要。这些年也会被问到哪个角色最像我自己，但是我每次都会说每个角色都是我的升级版。